3米的大网。啊，马上捞完了啊，拿进来过来看一下。我们这款铝合金的话，力度非常大，你看一下这个手拉都拉不动，我靠！看一下啊，拖网的时候按一下 D 拖钩 ，OK， 网就放在这里就行了。把这个船咱们遥控回来啊，看一下，把船遥控回来就行了。这款的话就是铝合金啊，在海里面的话也很适用的，全密封的，而且很结实，很耐玩。